猴哥借我20000，我成为你的榜一。我可以借你20000欢乐豆，正好我里边有30000，你要20000我可以给你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想玩的话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直接上号去输去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5个飞机，谢谢王大娘打小孩啊，王大娘打小孩来了。一 A 再 A， 一级就拼，一级谁也别怕，就是干。再 A 一下，一 A 好闪，往我脸上闪，兄弟。但其实无所谓，他闪不闪他都死。只不过我们被塔砸了一下。装甲猴，哎哎，这闪现不应该交的啊！这闪现，我寻能不能打那个奥拉夫打个闪出来呀？一级装甲猴，那万一奥拉夫以为我学的是 W 技能呢？对不对？他刚才差点就信了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差点就信了。他升不升三呀？这到底？你还不升啊？你到底升不升啊？你不升，我可要杀你了！我的棍子长不长？把这炮车补了回家。算了，不回家了，这波把药吃了，不回了，回去没意义啊。把这波兵吃了，为什么这猴子没皮肤？怎么没皮肤啊？原皮吗？哎，无敌尔那八哥到底修复没？无敌尔，谢谢皮卡丘的飞机儿。还有4分钟开奖啊！现在是1/3的中奖概率。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修复了呀，修复了，那我们可以玩一首乌迪尔啊。我看有人是在刷好补刀，这是在夸我呢还是在损我呢？我刚才刀到底补没补着？是不是在夸赞我？我忘了刚才刀补没补着了，我刚才说话呀。每当车丢了就会说好补吗？不是，打不打？你 A 接扣。这波不是很好上啊 ，E A Q。
我们马上升啊，但是他有闪现。这波看看到底能不能打。谢谢皮卡丘的两个飞机，谢谢谢谢谢谢皮卡丘啊！现在还是三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只有三个人参与了我们这轮1000的抽奖。这铁男可不好杀呀！打，假装掉线了，打。这咋不打呢？你刚才干的奥拉夫啊！不虚之枪来了，让他来。干啥呀他？送死是吧，兄弟？既然你这么想送死，那我也别拦着你了。这咋这么老些人呢？还让人活了？我这一出来这么多人，装甲猴，这奥纳夫第一波没上当，他知道了。哎呀，他知道了。谢谢 Sky 雨轩的飞机。奥拉夫专业打假，我人出来就一个，这倒没啥，一出来俩人。谢谢傲视清风的飞机，还有40秒开奖啊！现在是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啊，五分之一了，中奖概率还是蛮高的啊！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E A Q A 一下，往回掏我 Q 一下 ，E A 触发耀光平 A W 触发耀光平 A 平 A 平 A 接 Q， 没办法，打不到了。但是这波他没有传送，我们赶紧推啊，让他亏了这波兵。啊！怎么这么快呢？谢谢玉玉699。这潘森什么意思？这潘森什么意思？一 Q 平 A 平 A 再 A， 这还钻什么身体？你就给我 A 他一下不就死了吗？回家出三项去，算了，这波上路我们不吃，我们吃中路。回上路也得让铁男干，我们打不过他。走位，走位。走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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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位。装甲猴，怎么老是你呢？三回了，啊，三回了，奥纳夫，差不多得了。
行不行？上路咱也不拆了，这波看看中路能不能杀。我感觉差不多。哎，这里头有眼儿。哎，给个银头。干嘛来了？我们先杀这女枪啊！A Q， 你来，冒着飞了，回家了。下波杀铁男。我直接来个小吸血吧。是不是有大？哎呦，死了吧！这是宁死也不给我人头啊！你早点框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我把他塔皮都给他吃了。早回家，不回家。这铁男很狂啊！你是真不怕我杀你呀、啊？我一看呢。去看看有没有红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这不行啊！女枪，我想一想能不能打得过啊？好像不行，打不过，我们得往下走。我们在这儿待着啊。EQR 转起来，平 A 平 A 再转，死口死，滑滑溜。没事，小法师来了，给我框。哎，没技能了。这么像，这么看像不像女枪？带了一把，带了一把斧子。其实这斧子是女枪的。有红 buff 可以啊。又是你奥纳夫，你可别把我给逮到了，我告诉你 Q 一下不打了，把他给我杀了，这奥纳夫。投降了，就你也玩奥纳夫啊，我给他来把奥纳夫，这怎么投递这么快？